来到观音桥这边逛一下。现在是下午6点钟左右了，但是感觉这个广场上人还不是很多。我们去逛一下，看一下那些平时逛街的。那个香蕉皮的嘛，香蕉皮的啊。我们今天在后厨街发现这里有一家羊肉串，这家是老家的一家的地方，就是我们的一个还可以，要不要吗？哇，有锅巴，你看这我。感觉跟我们那个老家那个感觉挺好的。逛街啊，人太多了，我们逛够了，准备坐地铁回家去了。